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这样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看那女的是怎样？为什么逼我不要？我没有，我骗你什么？你，你我不知道，这个坏蛋！我没有啊，哎，你怎么了啦？上天还可以脸这么油，还偷装。中午要吃什么？喂，看什么看？问你讲话是不会回哦。你现在是在想什么？你在想别的女生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是在想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，这样我 baby 肚子饿了怎么办？这很凉又痛油，看你又油又气，顺便让你心情上脑袋。我觉得我找到我们巴厘岛的饭店了。怎么可能？哇，你看这个 view， 哇塞！怎样？啊，没事。你去撞到？嗯，还好。嗯，走啦走啦，去看医生，你看起来很严重哎。不是，等一下就好了，这太夸张了。不是，你这样撞到很危险，这个会内出血，你知道吗？我前几天我就看新闻啊，有人就是像你这样撞到放着不管他，两天后死掉了。我们说好，而且还有照顾身体，怎么可以这样子放着不管走？他。太夸张了，不用了。你现在可以站起来吗？我去。不用，那你去医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在？是。还。对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不是。你又偷买新的保养品？我哪有偷买？那个是皮肤科医生推荐的。净痘无瑕调理精。你又没痘痘，你用这干嘛？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痘痘，可是每个人都有粉刺啊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放着粉刺不管啊，它会变成痘痘哎。痘痘会怎样？会变痘疤哎。是哦。啊，可是你上次在那个药妆店特价的时候买的那个什么酸的那个啊，那不是也是代谢用的吗？那觉得那个太刺激了，这比较温和吧。真的吗？那我也要你帮我。你走开，你不用太帅。为谁？你的粉刺也不少哎。好，来给你用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说我变太帅。不要我怎么办？你很无聊啊！你没事在那边乱脑补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就是这样，我来帮你擦。什么？你会不会像那个男主角一样，觉得前女友比较好，然后就回去找前女友？不会，因为我没有前女友。我只有你一个女朋友，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女朋友。鬼才相信你的话，你自己油腔滑调的家伙。擦帅帅的，擦起来舒服。而且不会油油的。我是吴佩，你佩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又杰。喷的是有面子。我们今天拍的是脑补女友，对，女生很爱乱想。对，就最喜欢醒来说我刚才梦到你们在一起，然后就俩拱了。然后 take 那个你们最爱 take 人家名字啊，所以你刚刚说我那个粉刺很多是粉刺。我们黄又杰皮肤非常好，没有到非常就还不错。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皮肤上的一些状况，皮肤过敏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最恐怖就是那个啊，粉刺讨厌。对，那你都怎么解决？我会先买就是适合的保养品来用，然后我还会看医生，就是我一定会两个一起配。就是一定要听从专业的建议。对对对对 对, 對，就是医生觉得 OK 的保养品不会太刺激。对对 对, 對，虽然是蛮现实，但现在就是一个靠脸的社会，所以大家要爱漂亮。如果说你的肌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，或什么之类，因为你知道集思广益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搞不好就遇到跟你真的有同样状况的人，然后他就帮你解决了你长年以来的困扰，看起来干净。对，所以没错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。